瑞瑞，我们家里试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我之前在店里买的时候，他就是，他可能想睡觉了，所以心情特别差，他拒绝做任何的 baby carrier， 所以我就是按照店员的推荐吧，盲买了这一块。背上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吧，但是他好像也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喜欢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让他习惯一下，多背着他在里面体验一下这个在高处视野好的这种快乐。背着带你出门走一圈。没有想象中那么烫吧，这个啊。你要戳一下吗？耶，感受一下。再试试。哦，再试试。啊、他没有特别喜欢面团。面发的特别高，但是拿来做三明治已经够了。好香。好久没有做小高姐的乳牛腱配方了，今天晚上用酱油腌一腌，然后明天正好炖。这个好像刷墙的那种白漆，而且我已经感受到它在一点一点快速的变得很粘稠。放一夜，等明天再来弄它。这个是给汉堡配的种种面团，它也是在冰箱里面冷藏一夜，明天再弄的。它有一点点像我上次做的那个奶香小餐包，只不过会长得更像汉堡包。How have you been feeling from all the... Sorry, yeah, okay.这个流动性还蛮像波兰种的。小瑞在哪里？觉到那种 Q 弹了。哇哦，没有糖粉的话它就是很粘的状态。好吃吗？就是棉花糖。
哇，好神奇哦，真的哎，刚刚撑不出来，现在它就更容易撑出来这种薄膜了。你不给他，他就要给你发脾气了。Turbo Two。大家好呀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图书馆的门口了，现在是9:26，小瑞在后面睡着了，距离 Story Time 开始还有半个小时，我现在就可以在车里稍微的休息一下了。你也觉得我打算他睡觉。尝一下、哦、好吃吗？嗯，有没有比中午炖的烂一点？嗯，昨天的那个紫薯面团我觉得比上次稍微好一点。哇，嗯，好吃，非常的糯，然后又甜甜的。哇、哦、这个是我特地没有放模具的，其实它烤出来也是蛮高的。嗯，好柔软。你要自己 handmade 的汉堡包吗？没有，其实没有做牛肉饼，但我想这个加其他的肉应该也挺好吃的。太厉害了。起床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梦梦梦梦，来吧，小小给妈妈。好、哦，睡着了，耶！最好睡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到了。哇 ，B B， 你看远处的雪山。看到了。漂亮。小瑞刚刚叫了一下，还好又睡着了，吓死了。喂，妈妈 set up 一下这个。这是猫猫吗？哎，真棒，照起来是不是呀？对。可以吗，小瑞？好的。
让他在这里等你们，我背着先走一下，不然小瑞受不了了已经。我们也哭晕了要。我们和一起约好的小伙伴们碰头了，但是看看吧，今天是什么安排。本来是想要来抢那种 first come first serve 的 camping 的位置的，但他说这边早上6点多就已经有10个人在这里等了。不过今天的行程就非常的 freestyle 了，就也没有说一定要干嘛，带着娃不可预测的事情就非常的多。小瑞开心啊，有东西在头，可能会碰上，因为他们到那边他们肯定也是想，不然就然后他们就过来了，然后我就碰上。小瑞就是每个都是你带一下好不好？哇，我有带一些小饼干什么的。哦，它有这个，这里有一个小入口进去。我已经感到弹幕又要问为什么我没有背小瑞了。你这个人居心叵测，就我觉得这背起来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累。瑞瑞，我们终于要开始走 trail 了。但他们应该也 expect 到我们可能碰不上我们了。我们现在走到了一片树荫之下，好舒服好舒服，就这样子就透点阳光，但又有很多的树荫，特别棒。你在干什么？啊爸爸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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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到雪山好近哦，我们现在要去走另外一个 trail 了。刚刚那太简单了，就走了20几分钟。我希望走这条 trail 的时候他可以睡一下。但背着娃是不是比较危险？能试试看吗？不行就回来呗。我觉得小瑞可能吃着吃着就要睡着了。这就是刚刚工作人员说的桥，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，然后这个水好急啊，你小心一点。到了，那边就是雪山，特别漂亮。马上就睡着了，他这个眼睛。我天天要睡。天然白噪音，这个喝。喝水。我给你拿点水。你把这一瓶喝完吧。还在睡，睡成这个样子了。可乐。我也在幻想那个味道。哦，醒了吗？瑞，哦，刚醒过来，懵逼。哦，我们准备吃晚饭啦。要下来吗？要下来。你们可以去看看，然后我们再把我给拉过去。好吃啊！哇，瓦塔石问你们要不要饮料？他说你带了还是鸡肉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有多热，这个黄油已经化成这个样子了。你们俩太可爱了，新的 CP。 他刚刚说哇，这时候要是有杯冰可乐就好了。哦，这边有气儿，没有声音了。不急，没事，用筷子吧，你们是这个是牛肉。好，蛮好的。我感觉他睡醒了，有精神了，就开心。正确。你吃，你得吃，你吃。尝一下，好好吃。好吃吗？哎，真棒，自己吃吧。妈妈推一下，哇，好棒呀！